国内和欧美歌手的全开麦彩排有多绝，离开了秀音师反倒更好听了。周深的彩排绝对是没抢到演唱会票的福利，粉丝在山头站着，甚至连体育场都拍不到，却能惊喜地听到他的歌声。毕竟周深可是把话筒揣到口袋里都还能收到声的超前生涯。早期的那英绝对是拥有蝶豆共鸣的神，彩排几句词儿瞬间控住全场，空灵又辽阔，仿佛有一束光照在了身上，甚至播出后的版本远不如这个彩排惊艳。彩排更是专业，亚当兰伯特来参加歌手，不仅彻底全程降调，连彩排都收着上场。现在在听他参加妈妈的彩排原 key 版，简直跟放 CD 没有任何区别。玛西亚不愧是最强00后小孩姐，看彩排就知道为啥她上场从来不紧张了，这唱的比正式版都强很多。果然直播会影响效果，芒果这2亿买来的设备却让现场500名观众享福了呀。歌手清唱实力大对比，一开嗓就是名场面，到底哪一位可以封神呢？美依礼芽最近可是在中国杀疯了，前两天还应粉丝的要求随口清唱了一段青鸟，这一下可唤醒了全网二次元的 DNA， 这就是灵魂歌姬的实力吗？王心凌的直播教学，光是错误示范也是一般人学不来的程度啊。我唱一次错误版哦。说心疼我的更应该明白，我当然会沉醉个痛快。正确版都快忘了怎样恋一个爱，我被虚度了的青春也许还能活过来。说心疼我的更应该明白，我当然会沉醉个痛快。同样是日本歌手， Lisa 的实力也很惊人，清唱红莲华用最简单的伴奏唱最燃的歌。不过我们中国的歌手也没认输，国家队萨顶顶直播时唱的左手指月也很惊人，坐着就把最难的高音给飙了。
首歌，周深嘴上说着不会，但一开口就差点超越原唱啊。我其实不太会唱这个耶。让生命每分每秒都为你转动。而当林俊杰上综艺时和嘉宾一起彩排，这歌也是好听的一阵儿一阵儿的，就算是跟其他专业歌手一起唱也比不过 JJ 的嗓音，只要他一开口感觉整个世界都被净化了。跟你很抱歉的梦，我陪你去疯。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，太残忍的话我直说、哦、因为爱很重，你却不想懂，去往反方向走。在飞云之上在歌手中，单依纯也算是出类拔萃的，前两天也开了自己的个人演唱会，而她的彩排视频稳到仿佛开了 CD 一样，让我貌似看到了早期天后的影子。刚刚我错过的大雨，我不住的想象，飘过的雨是你吗？一圈又一圈，我多想是我你的忍不住躲回你眼中。当毛不易在星光大赏的正式舞台中收音收得一塌糊涂，当网友们还以为是唱崩了的时候，看到彩排视频才为毛毛洗清了冤屈啊。光了方向的彩排算是让他一战封神的名场面了，高音手一挥就上去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放了原声呢。曾想夜那么黑，每个清晨曾阻挡每个梦，每一道门终于也可能无限可能自由放生。曾想爱那么热，风摆吹成实力歌手黄霄云，他的实力应该没人怀疑吧，专业学美声的他彩排也是丝毫不偷懒，张嘴就来，这高音太顶了，我要是工作人员都得捂着耳朵走。张杰在哈尔滨演唱会的彩排可真是一点悬念都不给粉丝留啊，演唱会还没开，旁边的居民都听完大半了，看来有时候太敬业也不行啊。全都唱了，不然你们晚上就不在了，没有新鲜感了。
周深和张韶涵分开彩排是这样的。一起彩排是这样的。我希望是我的张韶涵都是音色怪物，想不到他俩彩排也能唱得这么好听。这首一路生花即使是彩排也和播出版没差，周深要不是嘴糊几句还以为是放的原版 CD 呢。可以了哈，你就说零花多损吧，彩排自己的部分唱完就直接掐伴奏，曾毅这一句 rap 还没唱完呢，你说钱都拿了你就让他唱一句呗。前两天啊，我跟零花在排练摔了一跤，哎，主办方啊特别紧张，跑过来一看我的腿骨折了，零花呢挺好的。主办方就说凤凰传奇没有伤到药。不过这倒不是零花故意为难曾毅，而是出自100%的信任。曾毅成功稳如老狗，还需要彩排吗？